这歌好听嘞，好听啊，但是跟人无关系嘞。我都无，够了，我先来，好来，今仔日风真透，嘿嘿，啊风拄的面臭臭，真臭嘞。女朋友是蓝调调，啊这代志啊真歹瞧。哎呦，什么代志啊？别人的女朋友啊？啊，都一周刊报的啊。就。啊，实在是真歹瞧。无影无影，代志免瞧。啊，你讲我。啊哦，你下面嘛真臭的，你拢。你讲代志啊？哦，你听看麦哦。哎呦，来来。嘿。今仔日风真臭。嘿嘿。哦，偏远的面臭臭。干演唱会是四季走，你莫讲叫只红是要创啥？哎，记了，红是要创啥？哎，押韵嘛，不押韵，创啥？会。你还押韵，我们就花钱。押韵呐，对不对？他是创啥？会。你老公在唱不练呐？对对对，无押韵无好听啊。我比较听出来。押韵你押会当唱的啊，你搞我都假唱假歌哦。好，安尼你两个就够衰，就成功你个，哎，就你啊，就你啊。我有代志，你当然有代志。正派迄，大家拢知影。哦。一周刊拢唔捌写过我什么，下人的女朋友啦啥。哦，你代志大条咧。我听好对恁唱，我都唔惊。哎呦，真的哦。喂。哦。头前的风真大。不是咧分析那个啥咪拢会晓，结果唔敢滴，嘛是拢套牢。我听讲你嘛无解搞，我真想讲你嘛真瘾头。你就是假假哦。代志就多啦！哦，恁这么爱唱歌，人客嘛爱听歌，哎，咱来正经听看麦。好哦，今天很多好歌要跟大家见面。好，第一位介绍林志炫。一位新人了啊，蓝又石，欢迎啊，室友。曾经太过
见得，我挖五龟的干女儿呢。干女儿，哎呦，厉害哦，厉害哦！白天干女儿，啊，晚上晚上还是干女儿。闪亮三姐妹。姐姐很奇怪，很奇怪的艺名哦。啊，欢迎牙膏。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只要你收到上方的通知单，我的心就变得很暖。不知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让你走。拥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我明白，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我还是你会有一点怀念，可是我已不在。披歌神情，哎呦，表现够美迈哦！是是是，再来这位美女啦，真的美女。好，来人，欢迎陈明真。这位真的很久没看到了，歌王啊，而且历尽多少冒险能够存活，金钟奖歌王杨烈先生 ，Yes sir。把自己。
气呵成啊！真的，没有实力的歌手，真的，你说怎么能上我们的节目啊？谢谢。第一首林志炫的那首歌名叫什么？一下忘掉，征服那首歌，然后一直像唰，有如行云流水一般，然后到杨烈烈哥这边最后的如果能够，哎呦，我每次听到他唱歌就觉得，就是他好像是，怎么会这个上帝把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跟这个他的个性灵魂摆在一个东方人的身上？在东方人身上还分裂，哎呦，分成日本跟台湾这样。我的形容你应该听得懂，很清楚，很清楚，对不对？非常贴切，听得清楚，但是不一定明白。强红杂不拉，这有哲学在里面。尹博是李本人啊，哦，说的日本话好的不得了，嗨嗨，他唱起日本歌来那个味道更棒。哎呦，啊，然后闪亮三姐妹，哎呦。爱的世界，他们三个人真的，哎，谢谢谢谢，哇，还是三姐妹嘛哈，变三兄弟了，变三兄弟了，但我也是觉得很奇怪，那哈哈哈那一句，哈哈哈哟，三个人还不能合音，同一个东西，哎呦，这个在我们演艺圈呢，这个是不能通过的嘛，对对对，比方说我跟志炫唱，那就有办法，哈哈哈有嘛，热线电话预备，我唱。哈哈哈，热线你和我，哈哈哈，哎呦，热线你和我，你看到没有？对，等一下，我们也要跟志炫哥合，也可以变成合音啊。对啊，也可以变成合音。那你们怎么那么懒呢？不是，我至少要搞不定，不知道谁要谁合音，都不愿意不当合音，不需要什么体力，每个人都要唱。好了，可以再一次是吧？可以，就哈哈这一句好了。对呀。One, two, three, four。哈哈哈，热线你和我。好了，到这边就好。好像是独唱哎，烈哥，你讲几句话是怎么回事？跑前一边跟阿彪这边，然后婉转赶快。这就是看出各位的功力。两位新人也要介绍一下哦。为什么要叫牙膏啊？牙膏，因为那时候我在。有哥哥叫牙刷吗？有，真的叫牙刷，没有开玩笑的。用牙膏，你那个舞，请跟我们说一下。哇塞，从那个舞就好跳舞哎，对啊，都是很有风格。对啊，对，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跳舞，对，嗯，然后本身那时候学舞也学很久啊。哦，你那个舞要学很久吗？这牙膏女生蛮美丽的哦，哎，是蓝又石小姐啊。哎呦，哎呦，有料的呀！谢谢谢谢，哇，这名字取得真好哎哈。他这不叫蓝钻石，不是？蓝宝石，蓝宝石也很好。对，蓝宝，哎呦，哦，这个也是很有味道。志炫，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而且他是创作型歌手。哎呦，奇怪了，你怎么知道？你跟才相处多久啊？而且歌唱得很好。其实我对音乐，只要有好听的音乐，有好歌，我大家都会去注意。啊，你注意他蛮久了。本身算是为好歌而生的歌手。所以如果有好听的歌，我大家都会去特别注意一下。哦，好，那就志炫哥的这个啊，今天就看到各位了，看各位的音乐方面的反应怎么样了，看谁可以多拿一点这个奖金回去呢？是是是，一起来参加 K 歌王。我们的节目行之几个月以来啊，深获观众好评。哎呦，观众在电视机前面也在猜这个前奏，对，而且速度可能比我们都还快，快多。可能观众就会在前面讲，哇，那个谁怎么那么笨，这个歌。所以你们这个东西不是说奖金多少，是荣辱的面子的问题。对呀，你要走在路上，人家可能就讲说，哇，你这样子还去上节目，对不对？猜得好跟猜不好就看他们两个。对，他们两个，你看到品源拿牌子的时候，红财神那就是加分呐。对对对，加分就是加钱呢。那你如果看到他是我财神，隔壁就是瘟神。真的就是天灾就要来了，好不好？这是一种考验，我尽量不要出现比较好一点。人祸走。第一首歌曲抢答的啊，编号第一首歌啊，请导播 play。停。没来，是谁按铃？哎呦，哎，志炫哥，还要我们逼迫他才按？什么道具啊？不会吧，有这么的耳力过人？
不过这首歌说起来是真的熟到发紫哦，听听看，猜出来了没？歌曲抢答的啊，编号第一首歌啊，请导播 play。停。等一下，是谁按铃？哎呦，哎，志炫哥，还要我们逼迫他来按？是呀，三姐妹完全没印象，完全没感觉啊！你们完全只在意台语歌曲吗？不是。节奏好多，几乎很像，对啊，真的。嗦啦哆来哆咪嗦，嗦啦哆来哆咪嗦。蓝又石跟那个牙膏都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观众现在正在耻笑你们。但是等我讲出歌名，可能变成耻笑我了。哎呦，有可能，我不知道。你的歌名叫做《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请问答对了没有？小心机，万一弄个一万块是从我们身上扣啊！哎呦，哇塞！该不会都老哥吧？第一个奖品是在哇，第一个奖品在这边呢，哇，他得过太多的奖了。来，我们听完整个前奏，林志炫，请就唱歌位置啊。可是我歌词不太熟。哎呀，你放心放心，我们会帮你，我们会帮你哎。这一杯酒，淡淡的没有滋味，你悄悄的就这样走，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听哦。我到底是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你悄悄的离开我，可是我心已被你带走。真令人激赏，男生唱女生的歌加200块，哇！才第一首歌就连通告费都赚到了，对呀，先吃得点的，后来还来个海豚音的，后来是海豚音，对呀，哇，超厉害！第二首歌好不好？现在观众正叫耻笑其他几位，第二首歌请导播 play。好，蓝又石，蓝又石。哎，我刚刚忘了跟你讲规则，如果是猜错了，是瘟神，是1000块哦。那我把它拉回来可以？可以拉回来，总要试试看嘛，对不对？你觉得是哪一首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你认同吗？有可能，因为新歌的前奏都比较特别，很特别。以前我们就比较老的歌的前奏，大部分都是吉他或者是有旋律进的。对，刚刚你在唱的时候，陈明真就问我说：“搅和。”哎，他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我认为这个歌应该是刘文正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刘文正是三月里的小雨滴。是三月里的小雨，那我跟他讲是小雨打在我的身上。对，所以说你知道有一种人他在现场就会把大家搞得很。哈哈，悲喜。
知道陈明真要来，要不然你今天怎么穿这样？性感性，你们两个都穿背心，就我没发现。最近常常来上节目嘛，哦，总是要有一点关系。请问那个梁又实答，梁又实答对了没有？声就可以猜出来，三个喇叭声，可见这个女孩是走这个行业的。对啊，是啊，对啊。哦，前途一片看。会唱吗？这谁的歌？蔡依林。应该会唱。我们把前奏听完，来。哦，来，请就唱个位置。导播请 play。你的手去逛街，爱翻新球鞋。鬼鬼祟祟，数我一身泥堆，看着我双眼，跟我说一遍，愿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不玩放电，真理不会是眼而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没有十全十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耶！唱的真的是，哎，这个女生还不简单呢。这歌你在哪边学的？这歌你想学吗？你是不是常常跑 KTV 的？过去。过去，因为现在就唱了之后，就觉得 KTV 好像唱得有点累，有点累，因为跑一进去以后噼里啪啦，每个人都在那边抢着打哦，大家就比歌，常常有一个人一过去，他已经灌了80几首了，那我只好坐在旁边已经睡着，他都是背的，哎，后来那个六月就把我摇醒了，六月，哎，飞哥，你的歌来了，火逼村吧，等了2个半小时。这首歌如果不会，观众是真的会去气的，真的还指着你鼻子说，这个麦克做刮枪瞪起掉啊，真的很严重，很生气哦，太高了。这首歌还啊好，是一首很轻快的闽南语歌曲，暗示你们哦，烈哥有机会哦，烈哥有机会哦。哦，那位年轻人，你来干嘛？牙膏，我就注意了，主办。第五首歌曲，好，请导播 play。这是一首俏皮可爱的台语歌，你应该也能哼唱的朗朗上口哦。猜到歌名了吗？魔术赛谁来挑战？大魔镜让众家艺人酷学酷练魔术，展现魔手魔脚的功夫。而今天挑战大魔镜的是身高高人一等、手长脚长的 model 们。走秀是 model 的家常便饭，变魔术呢？今天三组 model 要用魔术来比划较量，谁会是魔术组的冠军呢？稍后登场哦。第五首歌曲，好，请导播 play。牙膏有说帮帮帮，你按了，你按了又按了，快按！哎，哦，不一定要这么冲动，你不能听旁边一个女生，男人不能听女人的讲，对，他就耳朵不能软掉。对，他说帮帮帮，梦中什么？梦中的人哦，梦中的人哦，梦中的人吧？答对了没有？第一次上通告就赔很多钱，以后再也不敢了。再 play 一下下，请导播 play。单机连呢？
什么？它前奏是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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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两个名字一样的哦，彤彤、虫虫、虫虫、康康、妈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探讨。蛋姐的呢？请问答对了没有？来来来，奖金是500块。这首歌演奏一下，好，蛋姐姐，来闪亮三姐妹。却不知道是谁唱，一直想不起来。绝了呢！如果答得出来，是不是可以加？当然有加分，加200。有人知道吗？康老师知道哎，康老师知道哎。他不用，他不用加吧？你知道是谁吗？谁？我马子啊！不是谁？这歌吗？我如果不知道，也会被观众耻笑。对呀，玲玲啊，妮妮，妮妮啊。哎呦，好久了！哇，妮妮，烈哥，你认识妮妮这个人吗？我哪知道，我是不知道。奇怪，烈哥都不知道。可是这首歌大家很熟啊，很红啊。这首歌曲由孔锵老师出题，终于有事做了。但是孔锵老师会稍微改变一下。这个要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对不对？对，那不然就通通通叫对啊，第一时间就猜出来，对啊，没意思的，就不好玩的嘛。孔锵老师很不单纯，孔锵老师请。对，而且刚刚也没有很明显嘛，他根本是反过来弹的。我是刚刚讲，请问一下杨烈先生，什么歌名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这个你需要，错的意思吗？一间一间的，这么冲，我说什么哪里能给他的，对不对？跑来这样就想就多拿一千走，这是扣一千哎，对啊，扣一千啊，他冲扣一千，他猜错了吗？还没有公布答案呢。我是说刚刚因为前面哦，没有一次。没有一次有我有猜到，对，镜头一直没有在你脸上，这镜头真的是，说也要闯一闯关嘛。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杨烈他先按的，再 play 多一小节，好。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久没唱这首歌了，哇哇，这歌有很大的中气，对啊，很有感觉，好恐怖哦。不过这个歌唱起来会很爽，对他的声音呢，像其实我这个我灌唱片有收录在我的唱片里面，大家知道。但是你叫我唱现场啊，不敢唱啊，为什么？那个要有功力的哦。这个杨烈他这个唱这歌，对啊，我也是想故意给他就绕口一下，就没想到哇。其实飞哥是客气了，其实你录的那个片子我听了太多次啊，不是因为那种唱法哈，跟我的唱法是有不一样，不一样。不过他的唱法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唱法。哎呦，你是真的，我就是要当你公子。高尚的唱法哎，哇！我跟你讲，今天大家在这里啊，那个年轻人的牙膏啊，对啊，我看快挤光，快挤光！你这样下去就完了嘛，就完了。给我们大家愿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好。这首歌如果你一个人还猜不出来，那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出唱片，也压住不了，就是压住了嘛，对不对？还是陪人牙膏的业务也不错。那他掌握机会，飞哥要给你机会，好不好？年轻人，第九首，你看，好，第九首，请导播 play。这可是年轻朋友最爱的对唱情歌哦，罗志祥和小 S 的合唱作品，听出来了吗？九首，请导播 play。打听。哇，他马上。哎呦，有感觉哦。不要直接出来了。你确定你答对了吗？我确定，因为这个是他这个世代的歌曲啊，他再不会的话，哎呀，对。对啊，人家说你到底是不是年轻人？真的。什么歌？罗志祥的《恋爱达人》。哦。请问答对了没有？先别人都用掉没关系，两个我也还有，我这边有啊，品源哥要等一下自己给我。留着，你一直记得品源哥。哇，又赚五百块。第八首，请导播 play， 加油。停。这还有人按的。哎呀，终于有钱可以扣了啊！别人不能讲了。我忘了。那你按什么按？你也是为了抢镜头吗？来，哈，五百，拿一个五百的。好像是某个电视的主题曲。对，现在要给大家讲了。先让我们把这边处理完。我忘了。你哼前奏大概是你讲什么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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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熟了，歌名叫太熟了。好，
闪亮三姐妹，掌声响起。台语歌什么？是台语歌吗？谁人假我比吗？不是，绝对不是。那你说的是哪一首？不是，我很熟，还在想，但绝对不是那一首。那可能是怎么唱法？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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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不同意？不像女人花，不同意。不像女人花，那你不要误导我。槟榔花，我没有说。广东花，广东花。不是，这不是女人花。不是吧？牡丹花，牡丹花，还是茉莉花？白牡丹。猜出了，你按电铃，你就观众已经都猜出来。对，还在骂。对，观众已经在骂了。这什么花也不知道。谁人假我比？到底答案对不对？好，请就唱各位怎么听听看，是不是？请导播 play。谁人假我比？哦，这个歌难怪他们熟了。key 我一下对吧？这难 key 哦，想办法拼哦，拼哦，跟他拼哦，难 key 对，上面唱哦，好可怕哦。换你们的 key 好了，换你们的 key。对，因为你们这样在现场，这很恐怖。现在是接近七月半了。对，第二次，第二次陈明真猜错了，本来他们应该拿到一千，结果陈明真在那边抢个零，对，绝对不是这首歌，所以上镜头，你害人家只得500块。哇，500三个人分还是分不平哦。艺人魔术赛，谁来挑战？大魔镜让众家艺人酷学酷练魔术，展现魔手魔脚的功夫。而今天挑战大魔镜的是身高高人一等、手长脚长的 model 们。走秀是 model 的家常便饭，变魔术呢？今天三组 model 要用魔术来比划较量，谁会是魔术组的冠军呢？稍后登场哦。这首歌，哎，好，注意了，第十首啊，第十首，好好。停，这样也能够猜啊？你说，你说，你猜什么？我觉得你猜那个很好。对啊，而且你刚刚哼的那个，你烈哥已经按了，反正你不会抢到他权利。你听到的是什么歌？
Ancient Melody， Ancient Melody， 对不对？ Ancient Melody， 去 play 试试看是不是这首歌。Ancient Melody 啊，哎呀，反正我们唱到 Smoke 好像，对不起对不起，这两个是谁的错？这两个都不对，烈哥那么坚持，哎呦，这名称也不对喽。那这样，烈哥你先别了，我们让他再猜一猜，你觉得是什么歌？我那时候猜应该是 Ancient Melody， 你也是 Ancient Melody， Ancient Melody， Ancient Melody 不太一样。哦，对哦，一个是六八的，一个是四四的。哎呦，六八四四什么意思？什么叫六八？六八应该四十八啊，怎么会四四？你拿弓，对啊，六八弓管九，那八这把爱枪火啊，是一种手枪是吗？那是九一啊，水枪啊，水枪是水枪，九九乘法，六八这个有分哦，不是英文歌哎，对，这个是八六，哎呀，哦，那四四就是咚咚，嚓咚咚，哎，嚓咚咚，哦，四四。哦，还有安全melody呢，安全melody 是八六的，这歌唱的好也是很好听的呀。志炫帮我们唱唱看，他的 key 的话，安全 melody 好。这首歌啊，本来我还想跟他混一混，安全麦里我跟杨烈都会唱啊。对呀，可是他这个 key 怎么会起那么高？我一向不太对，插不进去。我说算了，不要唱了，真的。其实这个歌呢，烈哥好像胸有成竹。请问叫什么名字？
这个啊，这个歌应该是日本歌的苏巴鲁。哇，苏巴鲁，日本歌，苏巴鲁跟前面日本歌都有跟 Toyota 有感觉。整个前奏，我们看再 play 长一点，我们听听看。我知道了嘛，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你我同在。不是啊，好像掌声响。是什么？什么东西？应该是，应该下歌是。这首歌怎么会是苏巴鲁呢？不是苏巴鲁，那是头油。苏巴鲁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我这个要问力哥了。什么叫苏巴鲁？是一种苏巴鲁。苏巴鲁其实它是一个星座。星座对，是一个昂星座，其实也像，哎呦，像北斗七星那样。我一直以为是一个货车，对，但是那个货车其实也是用那个星座，就是这个星座。哦，叫请问答对了没有？起码一起码是得贵的，中文第一个就答对了，好厉害啊！很早就按人家登记这么一下，哎，苏巴鲁是一首大歌啊，大歌，请杨丽先生再就唱各位。这首歌最好听的这首歌。目を閉じて，日本歌你猜对了，那中文歌叫什么？苏巴鲁。中文。悲しくて目を開け。小屋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翻中文吗？有，我想出来了。乡愁，我刚想很久。乡愁，对对对对对，第一种乡愁，乡愁答错了，错了啦。乡愁，哎，刚好来来来，另一种乡愁，哇，是好难得找到这个机会。你们应该要收工了，他还在里面。错了，已经错了，简直是五个字。另一种乡愁。对，另一种乡愁，来不及。
讲的，一样我啦。不是，至少要平啊。什么平？神枪相走了，简单。Q 陈明真软杰，我真正是乱七八糟啊！我要重录一下。你想相仇，他也讲对了。对呀、啊，他说乡愁啊。后来又改对了。不能这很多啊，还要加币啊！我今天扣300块啊！对，我们志炫厉害了，不得了，有哇，得到额外的2000块酬劳。2200，哇，烈哥不简单哦，没有答错的，连续得到2000块奖金。做马盖啊？啊，对，还有加的，做马盖又加的嘛？冇啊，冇啊，嗯，加啊，200，算不粘的呀。怎么改哦？掌声响起来，我心坎。好，赚了500块。哎呀，又是啊！哦，还那个，还有张是品源哥的礼券。品源哥就是礼券，这不能接上去。这可以跟品源哥看换矿泉水还是卫生纸。这个新人有待加强。哎呦，哎呀，还是飞哥网开一面呢，惨了，对不对？算赚到500块，好吧？不错，非常谢谢今天各位接受的考验，好吧？先告一段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观摩的这个团体啊，哎，各位，哎，哎，这位，这位同学，这是我不是我在讲，我不是说我们这边不欢迎你来，哎，主要是因为现在我怕你来我们节目会引起一些香港跟台湾媒体之间的一些争议，是陈冠希先生嘛，对吧？你这样就不对了。你要修电脑的事，有没有说他很像陈冠希啊？哎呦，以前还蛮光荣的。现在我困扰，现在你也不要觉得迟，反正又不是你嘛，对吧？对，那是棒棒糖，我们欢迎他们。大家好，我是棒棒糖，我是敖犬。我是敖犬，冠希犬。Hello， 我是小杰。好，我是小玉。Hello， 我是王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维。Hello， 我是威廉。威廉，吐到，速度那么快，要注意不要打到自己的脸。对啊，这么正飞哥，对不对？抢麦克，好吧，你们现在蛮成功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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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就是之前有开演唱会，然后现在回来宣传我们的专辑《我是传奇》。我是传奇，对对对，那飞哥你才是传奇啊！对，我们只是慢慢的缔造那个传奇而已。哦，其他人都补几句话，我们看能留哪些就留。多讲几句话，好，这些年轻人真的是非常可爱，对不对？耶，对，哎，奇怪，奇怪，今天是不是你们的粉丝？开完演唱会，他们喉咙有点烧香，对，有点累了。啊，棒棒糖好不好？好了，就这样。哇，好，哎呦，这样子的粉丝你们要好好训练一下，回去好好训练。错了，我们的错了，我们再训练他们一下。不要说看到飞哥跟品源哥、洪都拉斯，嗯，照道理讲，你们看到我们评审也很有感觉，对不对？对，有。对啊，第一位介绍的是 Eric 老师，陈广顺先生。第二位是罗宾老师。第三位是周代祥老师。今天我们几位老师要开始评的，我们今天的表演者可能有点难度，可以说在这个名模界里面的佼佼者，名模的表演呐，哇，要请到他们是非常的不容易，要商量很久很久，啊，因为这个表演对他们来说，第一个他不需要名模嘛，嗯，就是 model， 对 ，model 不需要接受这种严苛的考验嘛，对不对？对，不要说魔术，歌唱比赛他们都不太愿意去，对啊，对啊，但是本
这个综艺大哥大特别邀请到的几位，我们一块来欢迎四位名模出场。上讲像这样高级啊，哎，这种殿堂式的这种亮相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是不太适合观赏，就算观赏可能也看不懂啊，懂不懂啊？这种表演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感觉就是他们都很漂亮，对，但他们很漂亮，好像有点生气的感觉，有吗？专业的表情，专业。刚刚这个这叫什么棒棒糖的什么名字啊？我叫威廉，威廉比你们几个人形容的都不错。至少他可以讲出来，模特兒就是比较有生气的感觉，请大家稍微放松一下，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大家好，大家好啊！哎，品源呐，高给阿吉得意啊，好吧？他的叫我高管呢。这个第一位介绍的就是巧克力小姐。巧克力。第二位呢是张嘉瑜小姐。张嘉瑜。再来是张家珍小姐，然后是王颖萍小姐。哎呀，他们这几位呢是别开生面，真的，因为这本周我们进行的是名模的这个大魔镜哦，魔术竞赛是哇哦，所以他们马上给我们带来一种另外一种感受，哎，只能用美不胜收来形容哇，真的啊。待会呢就要开始硬碰硬的，拿出他们最近所练的魔术跟大家来见面，好吧？哎，第一位呢要为我们表演的是王颖萍小姐，来，我们掌声先欢迎她。
可以了，两个人。老 K， 是老 K。哎呦 ，Queen， 对，皇后来了，老 Queen， 哇，二抢一耶。King and Queen， 哦，老 K， 老 K。哎，还有，还是错，红心。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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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神奇哦！瞬间互换，互换！哇哦！嗯哼！哎！哎呦！喂，亲亲，亲亲！哎！洗牌，洗牌，洗牌，我抽牌，抽牌。喂，哇，双 K 的，耶，太对了吧？哦，哎呦，这Queen在中间就是。你是老千，哎，可以可以，是老 K，OK 了。哎，哇，天哪，没去看哦，赏心悦目哎。意犹未尽呢，到处都好看。我刚刚本来还想到一句话来形容，到处对啊，然后他两个 K 这样一翻的时候，哎，那 Queen 他摆在那边的时候，他就变成 Queen 了嘛。对啊，哇，好美哦，哇！谢谢飞哥，真的是。然后这个选择就是非常适合 model 的表演啊，好优雅。原来魔术也可以表演到那么优雅、优雅的境界。好想学，选的真是好，哎，没有是老师教的，是吗？而且不需要，好像不需要任何手法，就是特异功能的，跟赌圣一样那种，真的，害我们专注都不在魔术上。哎呦，你们刚刚看到了吗？看到了，什么感觉？有看到吗？有吗？你要主持至少要有30年的功力啊，资历，然后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来拍拍你的肩。哇塞！你们慢慢混啊，现在如果能混到冰冰姐摸摸就不错了。你们年轻人觉得表演怎么样？表演得非常的好，太好了！我看到你坐在这个位置，想说可以看到一点点，就是什么手法，变魔术的手法。你要讲清楚啊！对，我们都吓一跳，不要紧张一点，看到一点是很魔，真的看不到，看不到，很快。那我想问一下，就是160几的男生，你愿意跟他交往吗？啊，有，差大远，对，有三。我们这是我们每个男生坐在现场的人都有，除了 Eric 老师以外，大家都有这种问题，对不对？可以吗？160？嗯，可以接受，可是希望就是还可以再更高一点。那他会穿的衣服？那就是把我们都被打枪了。对啊，我们40几岁不会像。其实我还蛮喜欢阿伟，因为阿伟他跳舞很厉害。我没有说，我是说我啦，我也说我自己啊。对，我是说我自己。好，其他都不好就对了。没有。整个棒棒糖都很好，谢谢谢谢谢谢，你也很好，帮我们解惑一下好了。刚刚他们有在问，就是说，说你们的走完秀以后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好像什么很在生气，对对对对对，所以有人没有那个是，好像是有人欠你钱的样子，对，没有啊，那是我们专业，我们要表现出很专业的样子。然后像我刚刚其实是表现出有点媚在勾引的感觉，哎，对对，就不一样，真的。然后像家政家宇可能就是走酷酷的路线，对对对，然后巧克力就是也是走野性的感觉，哇，感觉都不一样，对。
哎呦，他不唱，你不讲，我们还不知道嘞。对，他们刚刚四个人是代表四种不同的层次，对，想到。好，那面对我们评审老师的奖评，啊，听说你本来参加就很紧张啊。看到老师，我觉得好紧张，真的啊，手都在抖。陈广生老师为我们奖评，啊，模特就是模特，你看他拿几张牌，好像在舞台做秀的时候展示那个商品一样。哎呀，对对对对，很优美，对，很优美。模特变魔术可以变得跟真的一样，这就厉害了。那个是奇幻呢，对呀。可是问题重点不在这里，基本上你变什么都没关系。一直在重复，我就很不满意。哎呦，重复了。然后更不满意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在哪里？比方这张牌，精彩的地方全部用牌挡住了。那我马上再重玩一次。洗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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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牌，抽牌。最精彩的地方就用扑克牌挡住了。老师看的地方蛮专业，最能够全部好看啊，这样子。对对对，你看现在多好看。好啊，你下次变牌的时候麻烦你放低一点。对，以后有机会可以晋级呀，有机会晋级了。如果这样的，已经晋级了。谢谢谢谢。好好好，哎，看到吗？难得陈广生老师干嘛？哇，他已经，因为他注意力根本不已经不在魔术那边。啊，罗宾老师有讲。议论情感。当然，我也同意那个 Eric 老师刚刚提到的那种效果的堆叠，就是你一开始把一些高潮就在中间用掉了。哦。对，那我想你应该从开始从小的效果堆叠，比如一开始找皇后，这个观众找不到，哎，找不到之后为什么所有变成皇后？哦。对，应该是有个堆叠的，有一点反高潮的感觉。老师就是说。高潮要特别注意是，就是说要堆叠情绪的堆叠。我是哪边讲不对？这很正常，这很好。老师的意思就是先堆叠再高潮，对对，不要先高潮完之后再堆叠，就哎，这样好像不太对，好像是反过来高潮。对对，不是，就是说你把比较精彩的跑到前面表演完，那后面表演一些不重要的就落掉了，哎，对不对？好，接下来这一组呢是双胞胎姐妹，刚刚我前面看，他们两位要一起来表演，哇，好不好？我们欢迎他们的表演。哇，那可能也，耶，还有，好像哦，哦，routine。
好了，有机关，有机关。哎呦！掌声鼓励一下。每个都把自己变得一模一样了，厉害哦！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啊，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这个画面上就是一个魔术，真的。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两个人那么像的？一模一样，扮演这么漂亮，厉害，他们厉害吗？那你们猜猜看，我先问你们怎么猜，黑衣服跟白衣服了。你说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哦，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出来的时间落差几秒？哦，对，这个才这他这个问的就出来了，他就有一点脑筋。他叫什么名字？我要记住。我叫阿伟。阿伟，阿伟，出来好样的，好样的。我知道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是姐姐。十分钟，那应该是白色的，因为白色皮肤比较黑，因为出来有晒一点太阳。小手出来就放太阳，你是把他当蒙古人啊？我猜是白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是姐姐。最聪明，聪明。对，一定是这样。请跟我们先解开你们第一道这魔术的谜题，谁是姐姐？我是姐姐，是不是？所以他们真的好紧张，紧张的不得了。对呀，我一直认为 model 比较会不紧张，其实不一样。对啊，伸展台上不是也经常也出现过一些那种状况吗？哦，对对对，每个人处理的很好，被摔倒了，鞋子掉了，可能那种鞋子掉了，然后走到一半可能就是直接把它整个这样拿起来，然后脱掉，还在捡起来。对啊，因为你必须把鞋子拿回去。好像摔的。越惨，这个掌声越大。哎，你奇怪，我们看到很多欧美的 model 秀，摔得很惨的人，哎呦 ，MCC 都开始。最好是从楼梯滚下来是最好的。所以后来大家就开始每次走秀的时候，开始摔，老师都讲，你们不要乱摔哈。今天是影评摔，你们大家不要抢。拿了一个效果很好，影评就很高兴。可是其他人就讲，每次都是安排他摔这样。后来有一场失去控制，全部乱摔。我们是觉得表演得很好，我们每次都被他们的外表就吸引。对啊，就是比较亲和一点，对啊，不像平常那么酷啊。对对对对，跟刚刚前面亮相完全不一样。Eric 老师啊，给我们讲评。其实舞跳的不错了。哦，谢谢。啊，魔术不怎么样。啊，其实很浪费的一个事情，很可惜了。今天如果一个人变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哎呀，要两个人的话，默契很重要。你们的默契还差了一点点。对。好像你棒子一挥，鸽子就要出来了。可是你会？因为鸽子不听话。我说什么中间有一段棒子舞在那。对对对。然后来讲呢，因为你们是美女了，所以看起来视觉效果也是蛮不错。哎，视觉效果对的，加分。希望你们以后加油加油。好。谢谢周在祥老师为我们讲评。你们今天带来了非常自信、好看的魔术秀。哎呦，道具的展示、效果的展示上，我都觉得还蛮好的。对对对对，好，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在周老师说到重点了。其实他们就是在展示道具、展示这一方面，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真的，对不对？因为那个在现场看他们走秀的人，是欣赏他们的美，可是厂商在旁边验收是看你的表拿多高。对，是很久。对，就像有时候，比如说是丝巾的话，厂商会要求说，哎，这个我要多修一点，然后我们表一定要跟你的脸是在旁边，对对对对，不可以就是在下面这样子。哎呦，专业。对，那你们觉得最难秀的是什么东西？汽车吗？最难秀的。魔术。魔术。哎，还蛮幽默的。比方说钻石，钻石如果在手上只有一小颗，其实不会啊，厂商给的都蛮大一颗，十颗。哇，我们都戴过那种上亿的，哎，有没有上亿？上亿很多，项链啊、手环啊，加起来。那你们在后台这样开始戴项链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要先拍照存证？哦，没有，会有一个保全跟在旁边，一人一个，哦，就跟在旁边。你去洗手间，他就跟在外面等。啊，对对，因为保全。跟的不是怕外面人抢，是怕他们不自己。我也不知道不见呢，不见，这很有可能的。有遇过这种情况吗？刚刚问那个影评，你觉得
我刚刚问的问题他们没有回答。你个人你觉得最难秀的是服装呢，还是鞋子呢，还是手表，还是皮包？哪一种是你觉得是 model 最难秀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学东西就像学跳舞跟学魔术，我真的觉得就很难秀，因为其实服装啊、包包啊、鞋子那些，我们都已经经常秀，已经秀习惯了。真的，平平，你知道我在问什么？你要呈现什么样的商品是比较难把它的特色表现出来的？是车子呢，还是钻石？最难的应该是车子吧。车子，因为通常电器产品啊、服装你都可以这样来支持，可是车子顶多就在旁边这样围绕它，不然就是趴在车子上就顶多，因为跟他没有互动嘛，就要穿的比较少。对，最难对嘛？我就问的就是最怕就是都哎，你干嘛趴他肩膀上？车子吧，人家是结婚的。也早知道我跑那边去讲。最难的是车子，我坐过一台是吉普车的秀，厂商要求我爬到车子上面，然后在车子上面就是类似滚一圈这样子，对，就是表现跟车子可以登山呐、啊，你很狂野在那上面，对，这个还蛮难的。那你讲吉普车还是方的还好弄一点，最怕就是圆的，圆的，对啊，爬躺上去有金龟车，对啊，金龟车。好，掌声给他们各位鼓励一下。接下来介绍的是巧克力小姐的表演。哇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为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精彩，然后具有危险性的魔术。巧克力惊悚现场会让您吓出一身冷汗哦，马上来。精彩，然后具有危险性的魔术。危险，好啊，巧克力。那我这个魔术呢，在家里练习了非常的久啊，我从中呢只有失误过一次而已。一次？你练了几次啊？我练了很多次，但是今天是我第二次表演。啊！危险，没成功过，危险了，成功率不是很高。那为了舒缓现场紧张的气氛呢，我需要。想说，请来宾各位要不要想要吃水果？我可以切水果给你们吃。有水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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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只要有水果，柳橙汁，好吧。我吃鸡了，好，那我请阿伟出来好了。哦，阿伟，算我一条。有高没有距离，有番茄，有东西喝了，有东西吃，有风。哎呦，是这个画面吗？哦，那我帮你切一半，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哎呦。我就吃那一半了。哎呀，醒杯啊！醒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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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杯。OK， 好。OK， 吃下去吗？当然吃下去啊 ，OK 啊 ，OK。怎么了吗？阿伟，你吃了就回不来了。吃了会长。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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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哎，好吃，好吃。好，那既然你吃了我的苹果，啊，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你要当我的助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想说很热。没有了，我要请你当我的助手，然后帮忙我完成这个魔术，好不好？好。那我要为了再次证明呢，这把刀子就是非常的锋利，而且是真的。然后我再为大家切一次水果。还要切？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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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片哦，苹果切片。反正给威廉他们吃嘛。给獒犬，给獒犬。好，那现在我要把，就是我这边有四个底座呢，我要把我的刀子插在底座上面。哎呦，哎呦，哎呦，哇，太，哎呦，太尖了吧！哎，你不要吃了，快点帮我。这玩意儿，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我现在这边有四个盖子，我要你，请你帮我检查，还有现场的来宾朋友、观众朋友帮我检查，说这个盖子有没有问题。可以给我们检查，不是检查。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什么问题。哎，盖子别弄坏了，不要弄坏我的道具。哎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嗯，没有，很空。没有，没有，好好好。那我现在呢，要请你帮我把
就是这些盖子盖在我的底座上。好，盖上去就可以了吗？对，盖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帮我盖稳就好。好，盖稳。小心一点哦！哎呦，里面有一个有刀子就对了啦！哎呦，好危险，好可怕！你挑刀子，不要抖，有点紧张。你在抖哎 ！Magic， 你不要抢戏啊！戏啊！对不起，对不起。周杰伦吗？是你。好的，现在阿伟帮我把四个盖子都盖完了。那我要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帮我把这四个底座呢。前后左右调换顺序，那我会走到台子前面，所以我完全看不到你做的任何动作，真的吗？对，所以我要把它移动就对了。对，你请你帮我调换顺序。好，我要移动喽。对，好，等你完成之后通知我一声。任何人都不准靠近这张桌子。哎呦。我都没动，哈哈，你都没有动吗？对，好，所以接下来，接下来呢，我需要你的手 ，touch， 没有我，你有什么事你可以讲，巧克力，你不用这样，没有，好了好了，开玩笑，等下，我需要你的手搭到我的肩膀上，哎呦。哎，是他自己要求的，我没有。OK， 然后没有，我要先跟大家说，就是他移动了这些底座之后呢，然后我刚才站在前面是我是完全看不到的。对呀。那现在这把刀子在其中一个底座上面。哎呦。然后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魔术，因为很有可能刀子会刺穿我的手。哦。哎呀，不要这样，大家不要随便模仿。真的，真的，我们不会。那我先要来开始感应了。要感应了，对。阿伟给他力量。怎么我有一种盲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扶着一个筋。哎呦！哦哦！你怎么用巧克力？你怎么这样子？是哪一个这样？哎呦哎呦，太可怕了 ！man 哦！哎呦，刀子哎！你我刚有移动哎。特殊的感应啊！我是魔术师。哎呀，好恐怖！可怕，这挺恐怖。加鱼跟加针都太可怕。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可怕。现在真的还不够刺激，还不够危险，还不够刺激哦。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一起感应。你感应好，好，好，我相信你是个勇敢的男人，是不是阿伟？但我不相信你啊！所以我要跟你一起看，只是流个血没有什么嘛，对不对？流汗总比流血好，我可以做一些流汗的工作。但是我还需要一位来宾。现在现场有谁自愿？救我！快救我！阿全，阿勇，陈冠希，一贼廖天丁来，帅帅。那所以我把他的手给你吗？阿全，我要。你帮我再调换一次位置。哎呦，再调换一次位置，很有自信。然后我跟阿伟会到前面去，我们不能看。哎呦，阿伟完全是茫然的。救我！阿伟要可能要流血了。好，然后那个敖犬，如果阿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要报仇要趁现在。我只有一句话想要说。什么？你可以先把高跟鞋拿下来吗？OK OK， 好。好，我们回去。我们回去。哎呦，又重新调过位置。哇塞！哇，我的天哪！敖犬，你 OK 吧？他不是要牵你的手吗？对，那你可以回坐，谢谢。就这样。很帅，对，阿伟好帅哦，好 man 哦，阿伟很 man 哇，谢谢你啊，巧克力，我觉得你有后悔吃苹果的感觉。果然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相信我，真的。我相信你啊，相信我哈。对，那等一下你的手在前面好了。不行。好。哎，你有把握吗？你相不相信我吗？我有把握，真的。我们才认识一天，我。你等一下手不能缩。是真的很可怕，相信他喂。好的，你靠近我一点。因为我看 YouTube 上面魔术师有失败过。等一下，所以我们要先很低调。在。哎呦。等一下，我有点紧张。我不敢看。你相信你就放松就好，好。
卖脑啦，发麻。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也是要用插到为止，真的还有吗？小黑，还有插到为止，还有两个，还有两个筒子。哇，这个赌注很大哎！哇，这个就靠他自己了。好，现在打电话跟你爸妈讲一下。现在最后一个最危险的阶段，我觉得还是由我自己来完成就好。这是女中豪杰，豪杰，一点都不 man， 这个娘，好娘，要跳出来了，娘炮嘛。对，好，我帮你来。哎，好，我再冲一个啦。好，我再冲一个来。等一下，我需要你帮我把这两个位置调近，就是再调靠近一点点就好，好不好？好，这种小事没有问题。盖子别掉了，哎。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那经过刚才第一次阿伟帮我调整过位置，然后还有第二次敖犬也帮我调整过位置，所以我根本不可能知道刀子在哪里。对，真的，真的，我们相信你。对，嗯。好，所以最后一次我要再来感应一次。感应好哎，小心你的玉手，小心啊！我有点紧张哎，有一把是刀子哦。哦，就是这个。谢谢谢谢，掌声鼓励。我可以撤了吧，飞哥。哎呀，真的太遗憾了，没插到你的手。哦，这个真的有一点恐怖，这个很恐怖哦。因为我一直注意我们前面三个，腿软了，把腹肌都快承受倒了，说不上来。不是说不上，我讲过很多次 ，YouTube 上面这个，哎，当然是用一根那个铁丝嘛，那个钢针，你嘛。哎，对。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至少有两个魔术是世界级的。然后让观众上来插完以后直接送医院，被插中了。我刚刚没告诉你们这个，要不然他们上来更可怕了，更吓死了。他们三位名模刚刚已经花容失色，哎呦，我都吓坏了。对，你们练的时候是分开来练的，是吧？对，分开来练的。所以他们都不知道你到底在练什么。对，他们不知道，他们叫我们。好，我们请罗宾老师呢为我们来。好，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魔术哈，我现在心跳还是很快。因为就如飞哥讲的，很多魔术师就这样失手了，所以我们现在台湾有专业魔术师在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呢，其他魔术师都非常嗨，非常兴奋，又是一个竞争对手。哇塞，我有点紧张哎，有一把是刀子哦。哦，就是这个，等一下。这种互动魔术最重要就是美色，不是，就是口条。那你的口条非常清楚，但是气氛方面可以再更紧张一点。刚刚你有部分又笑了，对不对？又跟那个棒棒糖又跟小伟又搞笑，对，好像没见过男人一样，所以那个气氛就有一点到那个时候突然又中断了，但他突然心情又放松了。所以这种魔术是要从开始恐怖到底的。到最后拍下去的时候，你刚刚第二次是明智的，就拿阿伟的手拍，哎呀，那是正确的，以后不要就照这样，以后不要这样，对，不要用自己的手。在我说你表演的时候，你的口条很重要，但是你讲的每句话要有可信度，要取信观众。你说你练习的时候有失手过，那你起码包着纱布出来表演吧。哎呀，对哦。不敢上去，更吓死了。你说伤口愈合了，半年前失手的，你那刀疤还看得到吧？这么大一把刀下去不会留刀疤吗？有了，这边有个刀疤。哦，那你手掌嘛，对不对？不会弄在手指头上，所以可信度要很重要。对，可信度。啊，再来就魔术的效果来讲哈，你这个拍下去是那个尖嘛，刀子的尖，对不对？嗯。那你刚刚强调是它旁边的锋利，跟这个尖又不一样了，对不对？你是这样下去嘛？你应该拿一块木板。
哎，哦，这样插在上面更恐怖啊！对，对不对？好不好？给你的建议。好，非常谢谢罗宾老师，谢谢老师为我们讲评一讲。这个魔术最让人欣赏的就是危险，让人家感到紧张，而你。我从头到尾看到你在那边搞笑，是他们这期是我不好，是我阿伟。对呀，当初就是这个，就是你不好。今天来讲，我不欣赏这个表演，我完全不欣赏。哎呦，等于来讲，我是看到一个没有灵魂的表演。你知道为什么吗？哇塞，整个灵魂精髓就在危险这一部分，你完全没有做得到。哎呦，所以如果。要选淘汰的话啊，但是你放心啊，今天是选冠军，不服气可以讲啊。对啊，你觉得服气吗？不会啊，我觉得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见解，对。啊，那就是不服气。跟父亲讲啊，就是陈广，他这个女生的个性拧得很呢。对，在团体里面不是很好相处的。我听你们讲几句话，那你说啊？没有啊，其实因为。其实，在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很紧张了。对，所以我反而会希望我自己放松一点，那跟来宾可以就是有一点玩乐的感觉，然后再来做这个表演，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放松。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自己也很紧张的话，那我反而会更容易失手。哎呦，可是你更紧张，如果你就是变成严肃，脸上还抽动的时候，那他们几个我看真的不敢上。这才是这一段魔术的这个最重要的精髓。危险，危险的精髓。结果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你，因为旁边搭话的人很多啊。对呀，尤其他们几个人上来是。他们比你还害怕，然后故作轻松。对对对，可能阿伟就知道了，对不对？吓都吓死了，哎，对，真刀哎。刚才因为他的表情也在荧幕上啊，观众整一在看这个男人是不是个男人，结果是个娘炮。再说你了，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第二个跳出来也是。你不要以为你没事，很急着回去。那你把他处理的，就我们觉得，就是。惊险里面却有一点可爱，有一点对不对？对对对对啊！因为毕竟你是 model 嘛，对不对？谢谢飞哥。不过老师对你，看观众对他感觉都不错，好吧？掌声再度给他鼓励一下。好了，现在我们非常感谢四位名模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参加这个残酷的竞赛，到底谁是今天晚上的冠军呢？请四位通通到我们前台来啊！今天他们这四位其实是三组呢，我们评审老师呢已经有了答案了。今天我们的冠军是魔豆组的冠军会是谁呢？王颖婷优雅的扑克变赏心悦目，双胞胎姐妹张家珍张家宇合作无间，展现令人惊艳的双人魔术，巧克力冒着手刃锋刀的危险卖力演出，谁会胜出？我们评审老师呢已经有了答案了。今天我们的冠军是啊，还是很在乎嘛，其实还是会紧张呀。哎呦，我们评审老师一致是认为冠军的这一个是双胞胎，掌声给他们鼓励。今天我们的冠军产生了，哎呀！你要再多学一些给我们看的，还要多学一些喽，多学一些，好不好？好不好？有机会欢迎，知道他们两位也可以再用败部复活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了魔术不只是魔术，还有另外有一个美的另外一个图画，好不好？是是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四位名模的，谢谢我们的来宾。总裁是不朽传说，大风车加速谁能比我猛，嘴角一笑情何力不做作，梦幻清晰让你永远失重，放手一搏秀出我的 style， 跟着我的律动
要这样说。1, 2, 3, 4, 5, 6, 7, 8, 舞台灯光就有震撼的效果。时间间，穿上的确，确实我们的誓言，东方关键，穿上装备。